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。河美中寮大镇关怀协会开办关怀祭典，照顾地方长辈，而且成立课后照顾班，协助照顾自强学徒。十二号上午，中寮大镇关怀协会办理母亲节庆祝活动，邀请发行设计师到社区义诊，为辛苦的妈妈画上轻松美丽造型。河美中寮大庄社区关怀协会办理母亲节庆祝活动，由社区祭典的长辈带来精彩的动作表演。据点能够继续维持下去，就是需要大家对据点的支持。那我们据点除了照顾老照顾小之外，我们也会在里面加了很多的课程，那也欢迎外界的朋友们一起都来参加我们的据点，让据点更活泼更有力。特别来到我们中寮大庄哈啊，给我们现场的那个宝贝哈老长辈们哈啊来做个义诊的动作啊。我们知道我们中寮大庄哈从开办以来到现在已经步入第13个年头啊，长期也是关心啊我们在地的老人家哈，有提供我们老人公餐的部分，又有提供我们课后照顾班，然后真的是照顾老又照顾小啊。等一下哈，我们会跟长辈一起来庆贺我们母亲节，个美法师他们来共同这个义检的活动。那我们据点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持续关怀长辈还有幼童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那妈妈很开开心心，然后换一个新发型新气象啊。那在此也祝福长辈们母亲节快乐。中寮大庄社区关怀协会照顾老人囡仔，这个母亲节嘛特别邀请发行这个书来义诊，为辛苦妈妈画上轻松美丽新造型，而且嘛甲高龄101长辈做伙切割两个欢庆母亲节。大庄新闻叶芳如何美采访报道。